说到生宝宝，很多人都怕生完宝宝之后呢身材会走样。在韩国有一位美魔女辣妈叫郑多燕，她呢是靠着饮食塑身，看不出来43岁，而因此红透半边天。我们台湾现在也有这位美女辣妈，叫做郑庭萱，她41岁了，但看起来还像是一个大学生。怎么保养的呢？我们带你来看看。是，对的，来，可爱的脸孔、纤细的腰围、凹凸有致的身材，还有一双修长的双腿，这位健身辣妹看起来就像个青春的女大学生。但不说你不知道，她今年已经41岁了，还有两个孩子就读国小呢。大家都觉得20出头吧，我都会不好意思，会带两个小 baby 啊。好，不是小 baby， 是我的小朋友。对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，哎，很特别啊，这个到底是姐姐还是阿姨？保持身材的秘方就是一个星期维持2次的运动，包含了伸展、肌力，还有有氧运动。就是这些让张庭萱从57公斤瘦到了49公斤，身材好不用说，脸上找不到鱼尾纹，脖子上也没有细纹。维持冻龄的秘方，除了运动，其实就在她的随身携带的包包里。我的零食就是苹果，随时肚子饿了就会苹果拿起来啃一啃。然后这个是修复的除皱的那个乳液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 OPC， 然后随时加了在矿泉水里面，然后就当开水喝。为了抗老除皱，他天天努力保养，还有避免饥饿而大吃大喝的小点心。在张庭萱的身上，印证了不靠整形也可以越活越年轻。中天新闻邱小佩、陈建雄台北报道。